非常的遗憾，每次到了选举，那么国民党就把这个事情旧案重提。论文门争议，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7月5号首次亲上火线反击，但这争议烧了快一个月。台湾这么重要的一个学府，这么严重的抄袭，还要花点亏吗？国民党团一天一记者会，平打痛脚，让民进党急得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，天天开会，沙盘推演。2008年好像要找到完整资料并不容易，因为很久了。2015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担任市长，那好像已经找到以前的一些旧资料、论文的草稿，跟这个指导教授的 email。那这部分他正在比对。拼凑电脑里的旧资料，郑文灿透露林智坚准备转手为攻。本台独家掌握，24号他将2度召开记者会，启动止血战术，还原台大论文争议始末，用当时的 email 往来还原时间点，更要强调论文中的民调资料全由他原创，再转给余振煌做参考。而余振煌只是先完成论文毕业，定调论文非抄袭，但或许有瑕疵，最后将为这段时间纷扰低姿态道歉，也是借这机会，那一次澄清，那也把后续的选举定调为政绩或者未来政见与政策的大家一个比较。一天不解释清楚，就怕联动牵连桃竹选情。内部民调，林智坚虽然暂时持平领先张善政，却始终无法拉开差距，让党内竟有不如换将选这个说法。这些市党都是在地方上非常勤走，那跟地方上的基层党工或者是我们民意代表都有非常的深的配合，所以看不出来有所谓换将的这样的说法。林智坚论文争议，台大审定委员会最快将在9月中前报告出炉，恰巧紧邻中选会9月2号最后登记时间。林智坚化被动为主动，希望扭转情势。镜新闻吴安琪、谢贤、方博峰采访报道。